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弟兄姐妹来一同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是五旬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向我们当中的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去纪念我们的母亲。好，在我们崇拜之前，我们想先分享几样家事的分享，然后我们才开启今天的聚会。加一些公主，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家事分享的第二份，就是我们退休会已经完成了，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一般弟兄姐妹在幕后的付出。如果你们还想那个在收看那个退休会里面的讲道，可以到那个退休会的时间表，那按你所要看的那个点击，然后再收看那个讲道。然后下个主日我们有讲局例会，那个聚会是在两点钟开始，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也请各位长老跟执事预备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报告就是这么多，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会引用诗篇八十四篇第五到第七节作为我们今天的宣教。诗人是这样说的：靠你有力中赏往施安大道的，这人便会有福。他们经过蝼蚁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施安瞧见神。好，让我们一同来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请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纪念母亲的一天，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真的，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给我们的爱却好像母亲的爱一样。尽管我们常常看见你严厉的一面，可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却经历到你比母亲的爱更细腻的爱情。你给我们的预备，你为我们的安排，让我们往往在意想不到当中经历你的恩典。这一切都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经历过的。
太多的时候我们享受你的恩典而不知，我们也忘记向你感恩。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除了纪念我们的母亲，无论他们在生还是已经离去，他们母亲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 的付出，他们的贡献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建造，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都不能离开母亲。同样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也不能够离开你。所以求主让我们在纪念母亲的同时，也纪念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早上当我们奉主的名来聚会的时候，求你从天上悦纳我们，也参与我们的崇拜，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摸到你的心，也有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去遵行你的话。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悦纳。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会读今天的经句，经句是箴言二十八章第八节。圣经说，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的穷人者积蓄的。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把神给我们的丰富白白的与人来分享。接下来师母带领我们唱诗歌，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弟兄姐妹们平安，各位姐妹都母亲节快乐。我就用三首诗歌带领弟兄姐妹唱。第一首诗歌在你们诗歌本的第六首《三一真神》，这首歌比较陌生，也不是难唱的。我上慢慢跟着唱第一节，上升第二、第三四节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就唱这首歌《三一真神》。第二首诗歌就是在诗歌本的275首，耶稣我领好朋友，275。
275. Sigurd, 313 首，主凡事引导，313首。 Thank you.
好，我们一同低头为奉献来祷告。我们同心祷告。小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这些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有些时候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还茫然不知道，我们竟然想不起这个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在万古之前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是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习以为常，都忘记了凡事感恩，所以求主透过奉献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的，你给我们的丰富真的很大。今天我们愿意以我们的金钱，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时间跟才干奉献给你，向你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谢谢主给我们有奉献的权柄，也谢谢主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今天是母亲节，不过呢，我没有预备那个母亲节的信息，我还是以教会的主题这个分题来讲今天的道。五月份还是我们教会的第二个分题，就是以正义解经。在今年当中，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那个读经的有关的讲道呢，已经讲了三次。其中在三月份的时候讲过读经的好处，然后在四月份的时候讲过如何读经，并解经的一些陷阱。那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讲。其实如果我们说解经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好像说我们怎么样去研经啊，研经的不同的方法。那今天早上那个范牧师就讲了两个，一个我们说是那个寓意解经啊 ，allegorical 的；一个呢就是 literal 的，就是按字义来解经。其实还有其他方法的，不过呢，研经的方法有很多。然后我们也可以讲那个圣经里面的文体跟修辞学，圣经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解读的方法，而且呢，圣经里面的一些修辞学，我们必须要学好，要不然呢，我们就把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摸不着头脑了。然后第三方面就是研经的工具书啊，有些书我们必须要买的，有些工具我们必须拥有的，要不然呢，我们的确呢在明白神的话语上是有碰到一些难处。不过我想略过这一下，因为这些太技术上了啊，这个太技术了，所以呢，今天我就不谈这个。我想跟弟兄姊妹谈，按正义解经最关键的一项啊，就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项。哦，对不起，按错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呢，我们要有很好的工具，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做。所以我已经讲过三次了啊，读经的好处啦，讲过那个如何读经啦，然后呢一些的陷阱。所以我希望这三个讲到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呢，再好的工具，如果没有善启示的心，也是枉然。师母常常跟我讲，要把这些东西修理好，把哪个东西安装好，我都跟他说对不起，没工具做不了。我坦白告诉你吧，没工具也是真的，我家里没有什么工具。不过这个理由是假的，其实我是不想做那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说没有工具。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讲完道之后，就问弟兄姐妹说，你们看，我们有这么大神的应许，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那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拥有神这么好的应许，神给我们这么大的那个保证，我们有什么回应呢？一个年长的姐妹举手，然后呢站起来说，牧师，我会用荧光笔把神的记号啊，那个应许做上那个记号。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我们用荧光笔在圣经里面做记号，这个是很好啊，这个 反应也对啊，可是这个不是正确的反应。我们也不要笑这个老姐妹，因为她比我们好得多了，起码她听了神的话之后做了一件事，就是拿出那个荧光笔在圣经上做一个记号。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在听了神的话之后什么都没做，他们连拿荧光笔的这个动作都不做，在圣经里面做记号也不做，他们甚至连圣经都没带。也许我们应该听，应该看一看，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我们所读过的经文。也许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研究，去明白什么叫听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听神的话，我们应该聆听他跟我们讲的声音。可是什么叫听神的话呢？我们听了牧师所讲的道，在圣经里面做一个记号，就等于我们听了神的话吗？到底听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听神的话其实可以笼统来说，是包括了以下好多好多的事情。第一，它是指我们每天读经灵修的时候所读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我们一天灵修读经，我们读圣经，这个是听神的话。也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听到圣灵跟我们讲的声音。我们可能在走路的时候，可能我们躺在那个我们客厅的沙发上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圣灵跟我们讲一句话，这个也是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当然这个也包括了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所听得到，跟弟兄姐妹那个交通分享唱诗歌的时候心里是有的一些感动，这些都是听神的话的一些的表征。不过其实我们把这一切总结起来归纳起来，其实我们说听神的话基本上就是讲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读经跟祷告。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解读神的话，我们从听神的话开始。这个听神的话就是表示了我们每一天都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跟那个默想。当然我们也不要缺少教会的生活，好像听到跟团契生活。人要摄取那个养分，不能单靠礼拜天崇拜后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饭的那一顿，哪一顿吃得多饱多丰富都没用，因为我们必须每一天都要吃，而且都要吃饱。说起吃饱呢，这两个月孩子们都在家里哦，因为孩子们在家里，我们在家里吃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的中尾啊，也胖了，为什么呢？吃的太多了。那我们每天都要吃，而且都要吃饱，我们不能只是一个礼拜吃一顿，这个也就是很多基督徒所犯的毛病。每天不读经，单靠在讲道的时候听牧师讲，然后呢他们就效法不良了。那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神的话的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读经，然后呢在礼拜天听牧师讲道，
在团契里面听导师那个带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消化，更能够明白我们每天所读的圣经。同样的道理，基督徒不能光靠教会的聚会和崇拜的讲道，我们要靠自己每一天的灵修跟读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重重复复的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必须养成每天读经跟祷告的那个习惯。哦，刚才我们忘记了读经啊，对不起，我都忘记了，我也忘记了放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那么只好呢，麻烦弟兄姐妹打开圣经了啊。我对不起，我昨天不知啥啥的都把这个忘记了啊，我放在那个啊，对不起，不讲理由了。我们先读一个经文吧，弟兄姐妹翻开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啊，约翰福音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好，那如果你找到，跟我一同念；如果没有圣经在手，你就听我读吧。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圣经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跟我们讲了牧羊人跟羊，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约翰福音里面把这个关系形容为听他的话。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可是什么叫听他的声音呢？弟兄姐妹也在那个手机上，在电脑上听到我的声音，对吗？我听到你的声音。听不听到呢？这个也是很实在的问题。我的耳朵不灵光，所以很多时候师母叫我都听不到。弟兄姐妹，有可能你叫我也听不到的。那我听不到声音，所以我听不到我就没有反应。所以你跟我打招呼，佛潘牧师找。我听不到，我就不会跟你打招呼了。是师母招呼我，我听不到，所以我就没有回应他。所以有些时候师母就生气了，叫你几遍都没听，没回应，我是听不到。所以听声音并不光是听到，而是也包含了那个回应。主耶稣在上面的经文当中就给我们很快的补充了，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按羊的名叫自己的羊，你们叫他羊有什么反应？听见哦、so what？ 不是，圣经说把羊领出来。当羊听见牧羊人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往牧羊人哪里去。所以耶稣说，羊也跟着他。所以听主的声音，听神的声音，并不是光听到。也包括了我们听到之后有的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听他的声音的意思，这个就是听他的声音，听他的话的意思。我们不光是听，我们还有回应，我们有行动。羊必须时刻听牧羊人的声音才能够活得好。恐怕你们都听过羊是最笨的一个动物，他连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没有牧羊人的话，他连毒草，有毒的草他们也吞了，他们分不出的。但不像我们 Victoria 你们的鹿，他们呢什么都不吃，我们种的花都给他吃光了，好吃的他都吃，不好吃的他碰也不会碰。可是羊连这个基本的能力都没有，他连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都不知道，
所以他必须听牧羊人说，牧羊人说吃吧，他们就吃，牧人说不能吃，他们就不吃。所以羊必须时刻听牧羊人的声音才能活得好。同样，我们也必须时刻听主的声音，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健壮。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上听他讲道的人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上面我们不太熟，不过上面呢我们都很熟。他是怎么样说呢？他说，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一段呢在四福音里面出现了四次，所以证明了这句话在耶稣心中是很重要的。不过唯独路加福音在上面添了一句，他说，所以你们要小心怎么样听，你们要听清楚啊，你们听完之后又要反应啊，而且要正确的反应啊。如果听了什么都不说也是一个反应啊，不过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听了应该按照所听的去做，这个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听，因为如果我们反应错了，我们就连自以为有的都失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反应对了，我们本来有的神还要再加添给我们。这一句话主耶稣曾经向群众讲，主耶稣也曾经向他的门徒说，那么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句话可以适用在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身上。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听到神的声音，他愿意悔改，他就能够得救。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按照神的声音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增长。那所以这句话对信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同样的重要，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要小心的听，因为我们怎么样听就奠定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成长了还是倒退。雅各书也是我今天要跟弟兄们读的经文，对不起我也没有放在 PowerPoint 里，请我们都翻开到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从那个十九节念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呢都是我们很喜爱的，也是我们都乐意遵行的话啊。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如果家里的圣经跟我教会的圣经一样的，是在新约的第三百二十九面，新约的三百二十九面，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听我读吧。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戏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自己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酒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别人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刺痛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的不玷染世俗。这一段经文呢，雅各向我们指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听神的话，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神的旨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下半节，我相信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爱的一些经文，我们很乐意把一些经文用来克制自己，提醒自己要快快听，要慢慢的动怒、要慢慢的讲。我们也把这一些经文应用在我们在与其他人相处的关系上，所以提醒我们听闻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多听少说话，要不要生气，这都是很好的应验啊，应用。不过呢，弟兄姐妹，这个应用却不是雅各原本的意思。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对待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旨意呢？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圣经里面的话呢？这个才是雅各原本的意思。那当然雅各所讲的也是对的，我们要快快听，要慢慢说，要慢慢动怒，这个是对的，无论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与人相处也是对的。不过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是，当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搞不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雅各跟我们说，你要快快听，要慢慢说，要慢慢动怒。我相信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快就说，有没有搞错啊？这句话是香港人讲的，所以先是被台湾人接受了，然后呢大陆也讲了，有没有搞错？都不合理的。我想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对不对？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容易说，有没有搞错？怎么可能？不服。真的，我们真的要坦白的承认，我们读经的时候的确会碰到一些我们一看就不同意，一看就不服的经文。遇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说不能接受，然后就置之不理。既然不同意不接受，当然你就不理了。可是这个态度是最要不得的，这个态度是最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什么，直到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否，我们想生一层吧，无论这个是什么，难道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比神更正直、更公义、更慈爱吗？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处理事情比神更公平公正吗？那如果我们这样再深一层的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快说不合理，我不服，我不敢乱讲，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比神更公正，我不可能比神更慈爱，所以我看来不明白的事情，我看来不能接受的事情，一定有更深的意思，所以就不敢胡乱的说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心慢不要讲得太快，心里也不要动气得太快。其实人有两个耳朵，一张嘴，还有一个埋藏在我们胸脯里的心，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两个耳朵一起去听，而且慢慢的讲，而且更要慢慢的动怒。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心脏，就提醒我们这个重要的教训。面对圣经里面的话，面对着神的旨意，
我们正确的态度并不是质疑，而是领受。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要领受，因为知道这个道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并成就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义。神的道能够救我们，而且要成就神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往后我们读经的时候，无论碰到什么难处，我们先不要草率地说看不下去了，不看了，求神让我们有谦虚的心继续地看，因为我们坚持说神一定比我更有智慧，神一定比我更公正，神一定比我更公平，所以我看不明的事情总有一个更深的道理，以后我一定能够明白的。不过虚心领受神的话当然是重要的事，可是我们也不能单听了什么都不做。所以雅各跟主耶稣都跟我们讲了，我们必须听了之后还要把所听的道行出来，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讲到这里，我就想起在旧约有一个人物叫以斯拉。以斯拉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是呢编撰那个旧约圣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圣经里描写那个以斯拉的时候，怎么样描写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研究啊，研读，然后怎么样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就是以斯拉，他专心去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把律法教训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专心的是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让我能够遵行神的话，也不光是我自己遵行，我也教导我们身边的人一同来遵行。所以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个是雅各给我们的一句简单的话。把神的应许用荧光笔做记号，并不能使我们真的得到神的应许。把神的命令写在字画上，然后挂在我们的客厅里，并不等于我们已经遵行了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实实在在地行出来。雅各告诉我们，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是一个自己欺哄自己的人。世上，羊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却什么都不做，他能够肥壮起来吗？一个永远留在羊圈里，不跟牧羊人的到外面去走的羊，或是自己觅食而不听牧羊人的吩咐的羊会怎么样呢？他终究会失去他的生命，他一定死。不离开羊圈有什么去的？离开羊圈，牧羊人叫你不要吃，你偏要吃，一定死啊。那所以我们听了牧羊人的声音，我们要听，我们要做，然后我们才能够出入的草吃。这个是耶稣的话，这个羊跟着我就能够出，能够入，都得到草吃，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供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跟着羊，牧羊人，而且能够出入的草吃。我们必须要听神的话，而且要行出来，然后我们身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健壮。所以难怪雅各也说了，在二十五节，那些常常遵行神话语的人，在他们所行的事上一定得福，一定得到神的祝福。接下来雅各跟我们指出，
什么叫遵行神话语的人。一个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三个指标。那我不能说雅各把所有的指标都给我们指出来了，不过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就把这三个指标跟我们分享了。雅各鼓励我们都做详细查看那传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人，他更希望我们时常这样行。他又为我们祷告说，但愿我们都把所听的道行出来，因为这样做的人才是真的把他的虔诚、他的信仰活出来。神上我们所要的虔诚是什么呢？神上我们向我们要的信仰是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雅各跟我们讲出了三个我们应该留意的事情。在26跟27节当中，雅各向我们指出了那些什么叫虔诚啊，首先，虔诚是什么？啊，虔诚就是 religion 啊 ，religion。今天我们对这个英文字 religion 这个英文字呢，都很生厌。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怎么样呢？怎么样说是规条主义啊？我们觉得religion 这个字不要，所以呢，我们基督教呢也常常说我们是一个 belief， 我们是个信仰，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宗教给人家一个负面的感觉。不过呢，当雅各讲那个宗教的那个虔诚的时候，他是讲正面的、好的啊。什么是那个虔诚呢？对不起，我的 PowerPoint 搞乱了，昨天我的电脑黑，所以呢，我可能不见了一些 PowerPoint 了。不过怎么样都好，我们慢慢来讲吧。好，第一，雅各跟我们讲，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勒住自己舌头的人啊，26节是一个勒住自己的舌头不乱讲话不多讲话的人。在26节里面所说的，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虔诚这两个字就是原文的 religion 啊，宗教，这两个是包括了很多东西的。他这两个是包括了我们行善好施，这个是好事，对不对？也包括了祷告，包括了我们进食，包括了我们经常参加聚会，也包括了我们守一些重要的日子，圣日。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啊，包括了怎么说？所以从表面上来说，一个能够都把这些东西都守好的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我想比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好啊。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也很少进食，我们参加聚会也不太经常，我们也不太守什么圣日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不上犹太人啊，我们比不上犹太人。不过呢，雅各在这里说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你以为你跟神的关系好，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伺候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假的。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好吗？可是你的口没有勒住，那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不好了。那所以这句话是很严肃的，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保罗跟雅各跟我们说，这些虔诚都是外表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虚的。他说真实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知道神要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就说，
知道神不喜悦我们讲批评跟论断的话，我们也知道神不喜欢我们讲那些叫人跌倒伤心的话，我们就不讲。那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这就证明了我们是听了神的话又行出来的一个好证明。所以难怪箴言常常说，多言多语难免有错。然后呢，箴言有说，如果我们寡小言语，就是有智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知道该讲的，我们知道不该讲的，而且我们 只讲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话，这证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密切。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以正义解经，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解经的方法，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应该有的智慧。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能够勒住舌头的人，求神怜悯我们。第二，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人，27节的上半节。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是孤儿寡妇的父亲。我们如果把这句话拉长来讲，神是孤儿的父亲，神是寡妇的丈夫。我列的经文都是讲到这一点的。一个听了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也把神的心意行出来的人，这个人就是听到而行道的人。当然，除了孤儿寡妇在神的心里以外，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神的心里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吗？我们乐意把神心里的事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了。第三，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不沾染世俗的人。我今天早上才跟师母去学这个三点水的跟那个黄字旁的有什么分别。广东人呢 读起来都差不多，国语有很大的分别，所以我也是慢慢 去习惯啊。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不沾染世俗的人。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不被世界所沾染的人。第一个是主动的，第二个是被动的啊。弟兄姐妹应该看得出这个分别。我们不可能不在世界里面生活，我们不可能断绝一切人世间的所有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面，广东人说是打滚。可是我们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所沾染。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雅各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就是说往后的经文里啊，提供了我们两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吧。他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为友。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见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我们唯恐我们得罪那些得罪这个世界，我们把我们的音乐、把我们的教会都打扮成这个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分别。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想这一句话。雅各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抵挡魔鬼。第四章第七节，因为当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就逃了。
可是我们不抵挡是什么？这怎么样呢？我们不抵挡的话，这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哦。所以雅各在这里跟我们讲，如果我们不被我们要不被这个世界所将当染，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与世俗为友，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抵挡那个鬼魔。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做吗？你说牧师啊，我不懂啊。听雅各所讲的话，雅各在第一章第21节，他这样说的：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有几个动词，我们都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并存温柔的心去领受。领受什么？领受那所栽种的这个道，已经被栽种在我们的心里了。这个道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人来教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圣灵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律法当中的奇妙。我们有这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已经深深地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神的道种就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了。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透过每一天的读经，让这个道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成熟，让这个道种能够成为那个壮大的树，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要担心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神学，我怎么办呢？不用怕，因为这个道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换言之，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什么是不好的。既然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能不被世俗所当然了。弟兄姐妹，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把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话记牢在我们的心里。的确，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每一天都要听，可是除了听之外，我们也要立志把神的话行出来。以正义解经不单要求我们要好好的去学圣经里面的话，也要求我们在这三方面证明我们是听道行道的人。第一，我们透过神的话约束我们的舌头。第二，我们行我们知道神心里的事。第三，我们不与那个世俗为友，我们也抵挡魔鬼，以及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三方面就是我们都要持志遵行的神的话。我们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牢记雅各所讲的话。是的，你向我们所要求的不是虚的那个虔诚，你不是向我们要的空的那个宗教，你向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有实际行动的一个信仰。因为信而影响我们的生命，因为信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志在你的面前每一天读经，并且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把所读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主施恩纪念我们普世的教会，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更敬重更看重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乐意把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这个一点都不容易，可是靠着你，
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做。求你施恩保守我们的脚步，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一同默祷。好，赵一西跟我们教会当中的所有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神赐福你们。”